那时候跟赖先生很兴奋吧。如果你这个本地啊，刚在赖先生那边嘞，六家店，你，还有上班，上班干哪事？辛苦吧。那这样人办方面的工作，老师傅人爱管，没有学动啊。一般那练笔也是用得难多，那工作更多是，多年代的苦逼啊 ，Crystal 吧，伊混得不干，那话的，所以就是说现在都办嘛，但是嘛，就排队排大海，都不是那路人讲嘛，都办明白。用得木业多吧，多年那大点，但不因那嘛，你用啊多吧哦，国家就能变啊，就得多吧。多年破家拆呐，那嘛，用啊用得够拆的，你用不能不看那啊，什么人多用得。能买那几套皮书的对不？这书名书名都能讲得上，都把皮了。阿门。就这个。